伊个帮个个技术个卡来武汉个海因带过来，阿巴拉个班个大家专门去过呢，也个古达巴的迪兰过呢。那卡来刷高个刷金秀过呢，那巴个古达保安个当个当过来，伊个阿巴拉个班呢过来，个个个专门过来昂安。啥个24日过呢，来个古达这个这个呢啊，古达爱个个个当呢是个金山，是古达伊个把多里个呢古达伊个马子古达多卡里卡里山过呢。来了，六日该进行，我来检查，比如来了昂安关系，来巴拉鲁木过来看，阿巴拉格曼该去找门，我来开个去扫南该昂安的关，阿那都没事，这该昂安古拉巴拉格曼关呢，那你该给你们五查了。请揭牌。屏东县政府居家检疫及居家隔离关怀服务中心正式成立。卡威说过该进行是个2月24日呀。也可以鼓捣白了人鼓捣这个这个人家去刷高个进修呀，也可以鼓捣金山山个去了马子，咪是鼓捣把多里个呢鼓捣多里个里山贵，是个贵呢，拉拉个得鼓捣去代替，鼓捣去介绍，比鼓捣去古咪贵呢是，拉爸，老鼓捣里个半夜呢个去，大家专门介绍山西金山，来个鼓捣把多里个，阿达文讲我杀得个可能。他把介绍了，我帮个个去，那老几方面呢？是个啦，起码把帮个人弄过来，搞得了咱过呢。那把个对木人过呢，我们过呢。来看过来个，他基本关系马来西亚。特别针对这些通报了啊疑似案例呢，我们特别给予一些相关人道的啊相关的一些关怀，比如说送餐，比如说可能涉及到劳资上的必须的协调，或是公务体系人力他可能的必须的请假。啊，或是这可能环境清洁等等，这些相关的这一些啊，由啊七个局处呢，特别跨局处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关怀中心。不过那个在2月24日呀，该山高呀，路路人过来接巴图里干呢，过来接金山上过来了马上呢，那他应该得是忙的是十八。那几个呀，过来等等呢，过来该那接金山去呢，那个大的是慢慢的是比多。那过来希望嘞，那他们能不能是帮阿得？过来保留啦，过来给家里去管理些，去管理啦。该个比较过，大家多少人伊面管理？去管理，当然去建设些个所有个，哪里台湾呢？那么个忙个是，说不得该去办。该建设有哪都个钱个，过来个把东门该去，刷够过来个都个里头难哩，过来。阿个路看该去嘛爬攀了，该个去搭建设山该去时间管理，哪里听个过来个建设山过来，奥丁个里个该去那么山，哪把伊过来个搭去把干过来，搭帮我顶完吧。可以把给我们每一个居家检疫的个案，好，有口罩。然后呢，再来这个是洗手罩，这个其实大家都一直说要戴口罩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勤洗手，所以说虽然他在居家检疫期间，为了他的家人跟他自身的安全，我们也希望说他能够常常勤洗手。该刷高该勤洗有哪一个？这个阿巴拉克班嘛，都过来该干什么呢？该戴啥？打该刷哪个单？该勤洗有几贵呢？每一日的洗么子贵？拉个一般六班个去做么呢？拉你个有查了过呢？是拉不十不管过来个，他人那大概去马来西亚个一过来去，也把土里干过来去，金山过。是去过呢？来个个嘛你过来，该个个十不难哩。该说金秀拉不不灵个人，我该去嘛爬棚。该过来去单呢过来去，也把土古丹年过来去金山个去时间过呢？来不十啦。拉的过来人讲一般六班过来，该个个做么过来打个哩单。那那个个多数了，他的那个我们该给起码把平安该给他低调些。这个呢，阿们不透露，来不透露，是的，不透露。